出国不再日夜颠倒，食物绝招速调时差。难得的假期出国去玩，下飞机后准备到沙滩浪漫散步，但却发现自己太累了，只想睡觉，还是大半夜睡不着，精神超好，在旅馆不知道要干嘛。如果你有这种时差调不过来的经验，可要仔细看哦。英国每日邮报报道，15个克服时差的绝招，今天就要分享给你。另外，网站 HowCast 也曾有影片指出，饮食营养均衡，多摄取蔬果，也可以帮助调整时差哦。动新闻，祝你旅途愉快，报道。